背后的石头，只剩下石头了。逆转胜，好熟悉啊，好熟悉啊！所有的失败就是为了最后的逆转胜。对，最后的胜利就是逆转胜，没错，没错，这就是鬼哥最爱讲的逆转胜。好爽，我们传承了鬼哥的精神，爽！帮他在这个地方讨回了一次，我会加油的。期待一下这条线哦。跟鬼哥是不是？是不是这里？我刚才也是这样想，我刚才这样想哎。对啊，鬼哥坐在这里嘛。哦，对对对对，他坐在这里啊，对，对，鬼哥在这里。史上第一次啊，有这个得零分的啊。黄鸿升加入玩很大黑队，担任小队长，在第二集就破了纪录。各位，恐怖单元来了，就决战在城关了，两队比数非常接近，疯狂大逃杀。不可能比较差。你有看到他的牌哦？你有看到他的牌吗？有啊，是啊。撕下来，撕下来，先看。怎么可能？拿下来吧你。哎，秒死！小菜菜。小极限淘汰。小极限淘汰。要攻击吗？他摸到我胸部了。好，两位遭遇了。感觉一直在躲我。好，两个人，你觉得他在躲你？我觉得他在躲我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哎呦，很大哎！哎呦，更大哎！你是什么？龙淘汰。好，回去，小心把他带走。对决后，对战的牌交换。打交换，恭喜哎，琪琪淘汰。我去，我往这边，我们要找你。对，已经剩下两个了。好，对决。好，两位对决。好，对决。好，两位对决。什么？我抽到一张卡。对决时点数倒扣啊！我还要倒扣两点。你要扣两点。对。恭喜！因为我想要赶快先用掉、這個。因为你抓到是个 H。恭喜那夏雨桐淘汰。那我是多少？ Okay, 啊，你这不用看了，十二，十二而已。啊，再扣两点。你这样倒扣两点还要抓我？扣什么？那西西打，把你换掉。对呀，A 七要换掉，来重新抽牌。好，2-1。哦，他牺牲掉他。对。哦，难怪。来把你换掉。你这样抽牌很重要啊。队长，你的好运就是要用到现在了。哎，好，对决，来自己撕下来，八，恭喜 Kid 淘汰，牺牲打没办法，牺牲打吗？牺牲打，牺牲打吗？大了，红梅，好快，嘿。OK， 好，配配配。好，哎，你的牌子呢？后面。我缩小卡。缩小卡，我看。这么巧啊？嗯。哎呦，但蛮大的呢。蛮大的呢。我知道它很大，我知道它很大。你又知道我很大了。我知道。恭喜波波真淘汰。你哎，你十一的啦。你十一遇到十二的，真倒霉。你信不信我敢摸你 ？OK 啊，我跟嘉燕姐讲。来，给你摸。你刚换牌了，对不对？没有。哎，为什么？我摸了。好，来，过来，两位。
老 K。Yes！ Yes！ 恭喜黄队获胜。Yes！ 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还有卡，还有卡。恭喜黄队获胜。这里有怪东西，有怪物，不好意思，什么啦？游戏还没结束。好，拿钱出来贿赂。出老千卡，被杀后不算数，获得重生机会。婉婷呢？婉婷，你该不会先搭高铁回去了吧？对啊，婉婷呢？曾婉婷小姐，曾婉婷小姐，柜台有您电话。有。曾婉婷，有没有找到咖啡豆？我在这啊。哎，这边啦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你没有找到咖啡豆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他的数据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好了。我想哈，现在唯一的机会就沿着你的村路去吧，昏打昏倒在。这边电池老了，要换手机哎。哇！对决，好对决，你总会挑一个他们当中小的，是一个七号啊。七号，你看到了啊？七号，你看到了。恭喜黄队获胜！我们要邀请四年没有来的婉婷，婉婷，哎，帅帅，对对，都可以对我动手，是哦，你干嘛这么好？对，对方热情，对对对，就真的笑笑对方热情。好，我可以来，请摸出第一球。下去，上来，换枪。乌起来，黑的，乌起来，黑黑的。一、二、三，开！谢谢阿伯。二、三，开！谢谢阿伯。直接结束了啊！打到应该让他们不要太痛。捂住盖着啊！最后的时刻，只剩下十颗了。逆转胜，好熟悉哦，好熟悉哦。一起做手。但是结果却是。手扶着他，压着，扶住啊！来，出来，好，先拿出来，先扶住，好 ，OK， 好，对对对啊！好，一起，黄色，黄黄橙，三秒，黑色，喊出来，黑，黑，两秒，黄，一秒，黑，喊出来，黑，黑，两秒，黄，一秒，黑，黑，黑，一秒，黑，黑，一秒，黑，黑。刚说就是这个场地对黑队来说很重要，很重要。我们帮他改写了历史，改写了历史，翻盘了我们的球。扭蛋输了，但是最后，通常最后的胜利就是逆转胜。没错，没错，这就是鬼哥最爱讲的逆转胜。哦，我们传承了鬼哥的精神。是啊，恭喜第一胜，第一战。而且刚刚其实我以前没有来过这个地方。我是在影片当中，万大影片当中看过这个地方，我一来马上印象说，这就是曾经的30-0的现场，马上就是马上知道。所以刚刚在玩的时候，其实我觉得压力蛮大的。然后刚刚又是一波起来，一波下去，然后虽然是输了，可是我一直心里面就觉得我们最后会赢，真的，刚刚是感觉我最后会赢。虽然我抽到一个黄球，或许这就是他一个调皮的安排。对，爽，爽，帮他在这个地方跑回了一次。